本片尾段的 IQ 题答案欢迎电邮索取。皇室安全法第二代传人禅物脊水功师傅黎锦娴老师示范陈式太极拳身价一路精英太极方呈现。麦记连锁店的主管向经理诉苦，我们已经按照公司的指引制作餐饮，但是仍然收到投诉。经理这样回答，我们不能够令所有的人满意，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这个故事提醒我，今后帮衬麦记都要将自己变成个人。Thank you.
ABC 三位朋友各住三间独立房，每间房都配备两条门匙。请问怎样安排门匙才是可以令每一个人进入任何一间房间？假如你喜欢 ETC 的系列，请按赞好、订阅和分享。